重复是不是？对，对啊，就重复挖这两颗。放了又挖，放了又挖，不行啊，没关系啊，下一场再规定不行吧？下一场不行，重复挖，再两个哦。而且以为你的脚下已经有两颗，再两颗，烦死了，最后一颗，最后一颗就是我。杀了全部的人也没用啊！真的不行啊，音乐这样子玩乐趣何在啊？好，那个不能重复挖同样的，好不好？好，你可以拿来当垫脚石腰，换成木头。原木不能放，会觉得很无聊啊，一直在挖。好，白痴！哎呀，兔子又多放广告，还有点不下去啊。对，没关系，我刚好要重置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放广告。没有，我赢一场我就开心了，好了，可以了。今日任务达成，有获得一场首胜，有了，首胜可以了，很简单暴力的游戏啊，再来，刚刚准备好。好，三二一 ，Go Go Go！ 所以不能重复挖喽，不行，你要用垫脚石换成那个木材。好，你刚垫我对不对？你刚垫我对不对？你刚垫我对不对？啊！你垫我对不对？冷静打！啊！这个时间太恐怖了，下去底下好了。走了，你刚第一名对不对？你刚刚一直在挖同样的，是不是？刚第一名对不对？第一名对不对？看不第一名对不对？有隐形。对啊，巧克力，你刚刚是不是隐形了啊？哎，真的假的？对，你刚刚跳起来飞下去就隐形了，还有这，他有丢不到你。哎呀，跳起来飞下去，太强了吧？在哪里？现在看得到了。不然，允月，你看一下头上，头上有吗？我只有看到烟而已，没看到人哎。哎，为什么？那你重灯看看呢？我重灯、欸，那我要重灯。对，因为刚刚是我重灯没有用。好，等一下我重灯到快摔死啊！这是杠杠吗？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我看到你了。那我谁想看到我？走开！我看到你的 ID 了，走开！应该是某种 bug， 我要一场跟人家一起重灯。嗯，哦，我烟火可以用了、嗯。所以我现在是个隐形杀手、哦。哎呦，你要小心哦！太恐怖了。想看到我就要重灯哦！重灯！哇，你怎么看到了？我重灯了啊！碰到水了啦，不好意思。我还在找另一个目标啊！啊，你碰到水了！别看！小雨，你碰那么快干嘛、啊？我被劈死了！为什么？可能我逼杰哥劈到你了。还剩谁？我忘记了。哦，在你后面，我在你后面。你在我后面，你干嘛？偷奶！哇哇哇哇哇哇哇！直接劈死！哇！被闪电击毙！而且你知道，因为他是飞行，我看他，我以为他上不来。高招！高招！高招吧！哇，高招呢？现在剩刚刚跟杰克吗？杰克了，是吗？对。那我应该知道他在哪里了。不，你不知道。我知道，大概知道。好，你猜他在哪里？刚刚那个原木要用木材哦，才可以盖哦。哦、嗯，真的吗？好，干出来要变木材。嗯，我头规定、哦、多分解一点。哎、欸，分解应该不会归零那个吧？不会，他好像是看你的挖掘次数。哦，等一下杰克突然不动了。挖木头的次数。嗯，怎么了？没有，我在想你要开什么快速挖掘之类有的没的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更可以哦，超可以的、哦。对啊，是不是在开什么东西呢？直接就看到玩家了，是不是？他看到了，看到了，透视了，现在透视了，透视了，完蛋完蛋，钻点都被他发现了，完蛋，对，前面有钻石，挖下去，你看他去了，他蹲下了，好紧张哦，啊，你不是知道刚刚在哪里，啊，你怎么又蹲下了？对啊，你不是说知道刚刚在哪吗？刚是说说的。我看一下哦，你以为你后来砍就可以超过他的速度？对啊，我觉得你来不及耶，除非你有铁镖、啊。人家都已经用破百了耶，你就只能打死他，你才会赢了。你要不要自杀比较快啊？打死我！除非你现在是个钻斧啦，真的，而且要效率六。不然难。对，那都已经要破百了。装个砍树差点啊啊！有要雷死啦！要杀死！啊！
去森林找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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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快快，有水，有水，跳下去，跳下去。你上面，你上面好精彩，我是不是要出去啊？碰到水会死啊？不会啦。为什么我的下面全部都是火啊？你干嘛把你位置爆出来啊？对啊，你怎么都说出来了？哇，没关系，我觉得他飞不上来。有啦，飞得上来啦。觉得他飞不上来。哇，哎、欸，很会拐哎、欸，明明在弄下面。很会。而且你附近明明就没人。哇塞，要被抓到了吗？要被抓到了吗？被看到了吗？我看到了啦，不用怕啦，你有钻石裤子，不用怕他啦，他什么都没有。对啊，他你还有力量效果，砍他你砍得赢的啦，你砍得赢的。你只要会躲雪球就好了。哦，跑跑跑，刚刚打嘞打嘞，小心小心，刚刚你很多很多。完了，刚刚不会飞。完蛋了，你会飞吗？刚刚只会体验动能。动能啊！你用射的太难了啦。哇，你火焰火球剑呢？哎，都是啊。哦哦哦！这是什么？两只蟑螂的剑！哇哇哇！你就不要电到自己啊！哎呀，刚刚自己啊，刚刚飞起来了！刚刚不要摔！刚刚逃走了！哇，逃走逃走了！我要附身在刚刚身上！真的，我要！我附不了！哎呦，火箭！我害怕，我走开了！不用怕，我觉得他快死了啦！我觉得他快死了，快死！杰克要被自己烧死了！自杀死了，没错，在玩呢。我丢，然后碰到羊毛，然后羊毛直接烧起来。白痴啊！第二场刚刚获胜，结束，回来了。图是不是要重开啊？还是要重开？他有那个重置，我有重置。好，莫名的不知道怎么赢啊。就是专心一意的挖挖挖，就挖就赢了，真的看得到我吗？就完全不要踩蛋白。有，你刚刚是进去跳起来飞下去不见了。嗯，所以我刚刚才没扔到你。这个游戏应该改名叫《边缘之战》啊！边缘的，谁最边缘谁就获胜。真的，再来喽！三二一 ，Go Go Go！ 哇，所以。有很多很多战法，干什么？哇！繁星急杀哎！嗯，太秀了吧！我在想说你是不是在我后面的坏人？哎呦！我刚刚不在，我等我补完血之后才回来。要死了！要死了！哎呦，你是乔治战士啊！哎呦！哎呦！不要再丢过来了！救命哦，音乐！靠近彼此，不要射我啦！好，我们 peac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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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eace， 这游戏没有在 peace 的，真的。谁烧我？这两个人还不知道彼此很靠近呢。又走了走了走了。我开一下那个好了。小鱼怎么可以活那么久？我快要掉水里了，快走快走！我不要掉到水里。游一下，游一下，游一下。没有，我刚刚就是掉到水里哦。哦。哪里要大战啊？哇！没事，你怎么还在那里啊？我要说，我从一开始没离开过这个平台。你说你在上面，我好像电不到哎、欸。你说你一直在那里白痴，我从来都没有离开过。你以为你将会获胜吗？不一定啊，这是边缘战。杰克电他、啊，杰克电不到，不然我很想电。电很想电哦，你不要过来哦，我有弓箭哦。为什么电不到？可以吧？没有吗？哎呦，你干什么？打棒球？打棒球？雪球，雪球，你没有了吗？杰克，你没雪球了吗？没有了。哎呦！掉水里了，掉下去了，我掉到水里了。
你的工具是被打回去啊！飞飞看到水很想降落，不是，我是挖脚下，坏事做太多，哪有？杰哥，你这边到底在干嘛？杰哥你在干嘛？你在卖萌哦？没有，我在打火，打火英雄。我觉得你拿你打不完呢、欸，没中。到底是哎哎哎哦，是有，打死他！飞了啊，刚刚飞过去打他了。哇，你火球怎么比较强？对啊，这就是你火球爆了、欸。对啊，没打到，可恶。打棒球、欸、可以打哦，就嗲呢。射回去啊！你射回去啊！哦呦，越哦，干嘛？走开！哇！闪电战士！哇！但是闪电战士也会电到自己。对，我快被自己电死了。刚刚要渔翁得利喽！往前电一定会电到自己。那现在，哎，你射错了，那是雨月。哎，雨月刚刚想射你。没有，这样不行的。已经有人60分喽，有人60。哎呦，还在空中射呢。对啊，我跟工作台陪葬。已经60分喽，你们这些零分的、没分数的。小雨哦，小雨哦，没有啦。还是小雨在哪里？你们看不到彼此分数，我们只能播报了。没事。对，很和平啊。你想看巧克力？巧克力被我杀死，你要怎么看啊？哇，凶巴吗？不是，他说：“哎、欸，繁星，我想看巧克力呀、啊。”我说：“你就死了、啊。”哎呦，有人很靠近哦。我陪葬了。有没有可能会抓到呢？这个吗？哎呦，好近哦！去抓他。打了啦！已经有人80分喽。在哪里呀、啊？不知道。我是不知道在哪，至少绝对不会在原处啊。对的。我也没有在原处啊，我已经离开了。我想说太帅了吧，还在上面。哇，尴尬！哇，很雷、欸。八八哎、欸，会雷啊！凶一下，上面起争议喽。这边打起来了。上面打起来啦。刚刚行不行？你们看到他吗？刚不要，我不要让我。刚刚你没看到吗？你眼睛那么大哦！哎呦！哈哈哈哈哈！我没看到我后面，他超白的啊！挖石头啊！他就在你上面开心的看着你啊！我没看到后面。后面要长眼睛的你。关开，没关系。我刚应该开第三只眼的。有，他就在你后面啊！哪次没看到啊？对啊，那只能用屁啊！不是，我是说，目前已经有人100分喽，100分喽，到底受得了喽？他准备拿木棒打人哦，注意！钻石帽、钻石裤子、钻石脚都会有了，你是棒棒吗？到底在哪里啊？我在是无争的地方。嗯，我可以跟你讲他在哪里。自己找啦。他在树，不能多说啦。对，我在树林。他在那一棵树林。嗯，他旁边有工作台。是的。已经透露很多了。我旁边有工作台。那你附近找找看，可能就在你附近喽。蛮近的。你们不可能能够超过他啦。你们两个加起来不会的啦。